变身！怎么不对呀？不行，我不死心，小小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变身！这是怎么搞的？绿人怎么变成不了欧布奥特曼了？小小，你在干啥呀？丽丽，你快来帮帮我们！帮你们什么呢？就是绿人欧布怎么可以变身不了奥特曼呀？欧布奥特曼？不是欧布的人间体啊！人间体跟奥特曼对应，他们怎么合成奥特曼呀？那绿人是哪个奥特曼人间体呀？就是有两个头标的那个奥特曼呀，头上有两个头标。哦，是不是他爸爸头上也有头标的那个奥特曼？没错，就是他，特里加奥特曼、剃刀迪玛加、泰加奥特曼、泰塔斯奥特曼。哎，找到了！啊，原来是赛罗奥特曼。对呀，你们试试看。帮帮我们找找大虎，是哪个奥特曼的人间体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就是。